没有人数着做吧？那行，那我就当第一个。学校里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的科目是民族舞，因为每天上课很开心跳舞。上学时期最难以忘怀的事情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绕着操场要跑10圈，然后才开始上课。然后那段时间就一直很努力的锻炼体能嘛。其实一开始我也跟不上，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就慢慢的觉得10圈也是小问题。是属于被动点名派。我觉得老师更像一盏明灯，他会在你就一小段人生的道路上面就一直在指引你，这样会有一种回到学生时代的这种，就是有种复古手抄报的感觉。下面就是给老师的一句话，然后谢谢老师们一直陪伴着我们成长，老师们您辛苦啦，多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